日出，现在应该5:54了吧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在后阳台，应该看得出来。那我们要看日出喽。现在还很晚，超晚的。我第一次那么晚起床，我就想说。一定可以看得出，这是绝对不会错的。相信我，我是绝对不会错的。那我们现在要等等等等日出来。下一堆影片就可以看到日出了，拜拜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